从有我兄，贤弟啊，有影是未好出游，以后唔准你叫我是皇兄啊。是，大哥，你即马讲日老再事手足情，要哪呢？你唔就是要走啊？是，我是要阁继续来去游玩江南。要唔过，贤弟，你是大喜之日啦、啊。免为着牛兄的代志在操心，我虽然是要来去，也毋是讲即马就要走啊。大哥，小弟既然知影大哥你是皇兄，就袂用个无为着大哥你的安危操心。大哥，小弟也是希望你会当早日回家。好了好了，你拢甲周勇同款，就是拢赶较紧回家。哦，牛兄听你的话就是。你袂用啊，冷落就地妹啊！我来去吃喜酒咯。大哥，我有一件代志要求你。到底什么代志？你尽管讲啊。我若钓一丝糊涂，犯下欺君大罪，求大哥，你会当开恩了下？我论做做家是爱出丑。也毋过，我看念在伊有一个贤德的女儿呀，我就会从轻发落。多谢皇兄，起来，干杯！干。公主无去啊啦，为叔，公主咧啦。哎呀，我送刀家去到衙门，倒转来，公主煞无去。免啦，会啦。文叔啊，文叔，你不是甲我讲哦，公主你一定要甲看着。啊，即马，我醉啊，爱困呐。文叔，文叔。青山含笑不别魂，秦宫哪有满目春？哪村？
心，平心。谢万岁。祝贺。啊，你哪会来这嘞？我，大嘞啦，太后吼，为着思念你过头，即马现在已经破病啊，伊命令新帝出宫来，要找皇上，你赶紧回京。无吼，即马吼，周勇也伫遐咧等你啊呢。皇上啊，对这来，对这来。皇上。祝贺。这是什么所在嘞？我这在我朋友因家。哎，那无看到周勇啊？周勇也无来啊。周勇无来。哎呀，祝贺。嗯。你给我带来这要创啥的嘞？啊，我朋友都讲要见你嘛。要见我？无啊。你那愈来愈糊涂哈。我母有破病在，我恨不得早死回家。我哪有心情过来这看你的朋友嘞？皇上啊，你唔免着急嘛。啊，其实太后伊也无破病啊。啥？安怎？不，祝贺。哈。你是怎样真好大胆？你即马是伫讲啥呀？你唔老老实实讲出来是？无啦，无啥物啦。皇上啊，你唔免着急啦。你小坐咧，坐咧休困一下，我偷偷讲你。哎呀。代志是安尼啦，我本来嘛是想讲吼，要偷选出宫来，就是要带你去江南佚佗一下，才拄啊好，拄啊去撞到阮迄个姓李的朋友，啊，搁再较拄好的代志吼，就是伊本来我也想讲要请皇上你去一个所在佚佗，啊，不过惊皇上你唔答应啊，所以唔才拜托我想办法，啊，我唔才会甲你骗讲太后咧破病，皇上，该死。你一向遐尔正聪明，是安怎今日做这个代志出来的？我的母后是万金之体，岂能予你这乌言乱语呀？神大师，神糊涂，皇上啊，恕罪，后摆我唔敢啦。朱公子，唔免遐尔受气。是干贼，人伊是吼龙王的新北王官呢，迄是咱家己的人，哪会是干贼？你愈来愈动怒，你方李勇你还阁唔知影？哈、啊，李勇，朱公主，免受气，今仔日要见你的人唔是我。哎，对，是一个大人物，啊大英雄，阁大豪杰。皇上啊，你若看到伊吼，你一定会着惊。我头一摆看到伊时吼，嘛惊一个险啊跳起来嘞。我一世人哦，也毋捌看到讲遮尔啊正奇怪的代志啦。是甚物人？是我。请你来去南昌佚佗几工。哦。嗯。啊，
佚佗就佚佗嘛。啊，生生是伫要佚佗的南昌甲江南，啊，毋是共款。朱公主，请。行行行行。皇冠，我答应你，将伊朱秀送到南昌。骨来呢，斩草除根，断后患的代志，就爱交予你去办咯。当然咯，就要由我来对付伊就是啊嘛。慢请，你有甚物代志？阮玉箫呢？哦，伫我的府中，我的命人甲伊放出来。阮玉箫，敢真是会听你的话，主动来找我吗？当然是会哦。伊为着要救朱秀，一定会来找你。崔大姐，咱两个人合作，才会当属于关玉箫答应婚事。也我也才会当完成任务。应该讲，咱两个合作是两全其美。今日等下，阮李王官无伫咧，你紧去救驾。救驾？对咯。即卖林王吼，佫派一个高手，将方丈佮请去咧南昌啊咧。甚物？林王佫派高手？对咯。听讲即个高手吼，伊个武艺比李王官还佫较厉害。伊个名号做……哎，对啦，叫崔艳魂。后尾跟我成婚，无唔对，也唔过你嘛爱答应我，代先带朱秀离开这个所在。哈哈哈！怎样？你要答应无？答应啊！为滴，我跟你先合作，就是想完全要得到你。既然你亲嘴答应要跟我成婚。我搁插伊，你想要创啥物呢？哈！啊，那呢？主席伫个啥物所在？当然我会甲你讲，也毋过我要先声明一件代志，我即时会用带我的手下离开，但是这到南昌是离开无偌远，连王爷搁管辖的所在。你想要带朱秀离开这江西，我想无遐尼吃容易哦。迄是我的代志，唔免你操心。阮玉箫，你亲嘴答婚，假使有一天你若是过来悔婚呢，迄个时阵，我是会亲手。受你的性命！三工，三工了后，就用来南昌啊！皇上啊，迄林王哦，就是因为讲外面的人的谣言对伊足不利的啦。所以你早就希望讲，趁皇上你这边游江南的机会吼，要请你去南昌行一转，让伊有机会向你表白，讲伊对你的忠心呢。这话是林王甲你讲，唔是李秀，是伊啊。嗯，哼，你啊，呆就是呆啦，又搁去用骗去啊。啊，我去用骗去。自我来江南了后，李秀呢，带真侪人。千方百计就是要害我，拢是受了周勇家识破。由此可见，人伫讲灵王心存不轨，这完全拢属实啦。啊，这小小的代志，我来去问崔艳红看卖。啊，锁起来。哎呦！
在，咱早就落在龙王的掌中。早就落在龙王的掌中了。新地该死，这拢是我唔好，本来才颓啦，我去予人利用去，煽动皇上你下江南，搁要骗你去南昌，我实在有够戆，我应该拍，我该死，该死，该死。哦，加拍几个啊？哼，我也无伫咧责怪你，你哪就安尼死啊？起来啊！店家见面有啥物稀奇呢？你本来就是跟伊个干菜共党的。大哥，我是要来救你的。哈？你真正要来甲阮救？是啊。大哥，我已经想好一个妙计，会当安全带恁离开这个江西。救金莲，何必当初？当初呢，你帮忙伊李成，千拢必定要来害我。我即摆已经落在龙王的掌中。不是只好做你的心愿，又搁要想家来救我，唔免救嘛。大哥，顶一摆的代志，我一直拢无机会向你解释，你误会我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迄若误会吼，一定爱解释会清楚。啊，若解释清楚吼，啊，误会就会化消啊嘛。上啊，人伊是好意要来甲咱救的，你莫安尼遐尼啊歹性地嘛。哎呀，你减讲几句啊。是啦，大哥，你听我解释吼。你若有话吼，你就尽量赶紧讲。伫这个时阵，伊若唔听嘛，无法度。你做你讲。大哥。皇上啊，伊小玉中风，是有故意，你千万着莫通啊，搁冤枉啊伊。你上机灵，机心气，两寸。Thank you.
手。贤弟，大哥，宝弟，这是你的吩咐。崔彦云也已经答应，要让我带恁离开这个所在。哼，哪来？咱就赶紧来走嘛。不行，即马不行，你走。若要走，都要答应啊。你若无方发现，就惨了。嗯，啊，崔彦云不是已经答应讲叫你来甲阮救？无唔对，崔彦云有答应。也毋过，若让连王的手下发现，咱嘛是共阮走袂去啊。林小姐，免得多